三浮标钓竿的功用在于提升钓到高价鱼的几率及收获数量。目前个人测试最高是一次钓到三只。入手方法为每72小时可进行一次的重复任务，完成后可获得三只钓竿。前置条件需求钓鱼等级熟练一并完成阿贝尔林的相关任务。解三浮竿任务前，请先将钓鱼任务设定开启，再找贝尔利亚的阿贝尔林接取任务，他会要你出海钓四种鱼。七星芦根鲷鱼建议沿着红色虚线去找海鸥点来钓，银鲫鱼或尾鱼可以在海鸥点钓，也可以在固定位置直接钓。虽然说是固定位置，但有可能每隔几天就被替换哦，这点请自行实验。详细的海鸥点位置可以到黑沙宝典查阅地图模拟器。浅蓝色是七星芦，深蓝色是鲷鱼，橘色是银鲫鱼，青绿色是尾鱼，各海鸥点随机出现，如果找不到就换分流试试。四种鱼都钓到后，再回贝尔利亚村庄把鱼交给对应的 NPC 就可以了。听说放到过期的臭鱼他们不吃的哦。以上由孤狗姐姐配音，谢谢收看。자네가겪을세상은넓어나를자주찾게나자네를위해서말이지낚시중이잖아지난척하지마난네가별로야싫은건아니야낚시대는없어필요한게있으십니까?벨리아마을의유지보수를책임지고있습니다